拜拜。还有，我听同学说，是你第一唱快乐颂。是啊。你不知道吗？快乐颂是国小音乐课里面的歌吗？知道啊。那你还带多唱？不学就好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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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我们很久没有上音乐课了、啊，所以你就唱快乐颂。快乐颂大家都会唱啊。你这样不等于全告诉他了吗？哦。唱快乐颂等于没上音乐课，这是充分条件，是理哲学。哎，你们高一数学就学得到了。不是督学还真聪明，会用理哲学叫你们唱歌。又不是督学叫我们唱的，那是谁叫你们唱？是同学提议的啊。是谁？是谁提议的？谢振杰可能知道是谁。知道什么？谢振杰，是谁提议唱快乐颂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好，再见。拜拜。可是声音是从你那个方向传过来的、啊。谢振杰，是不是你说的？不是。谢正杰，是不是你说的？真的不是我说的啊。其实，写信给督学而不告诉我，就好像兄弟姐妹吵架，不跟妈妈说。反而去报警。谢振杰，是不是你说的？真的不是我说的啊。那是谁说的？谢振杰。谢正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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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正杰。是沈伟说的。喂，沈伟吗？我是詹老师。你是不是有些话想对我说？是不是你提议在班上唱歌？检举信是不是你写的？你知道吗？写信给督学而不告诉我，就好像兄弟姐妹吵架，不跟妈妈说，反而去报警，道理是一样。好。
错，再起。错，我教你这方法。错，你解不出来，大家不用上课，都陪你啊。再解。错，错，错。因为省委不会做这个题目，大家把第八回的习题拿出来重新做一遍，陪到他会为止啊！怕什么？怪就怪省委，教几次啊？戴姐。